我就说啊，这恨竟是一场梦。你我是君子，赵处长还有什么想法？人这一辈子不能太执着。如果我问的话，恐怕赵处长也说不清楚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有点担心，赵云来，所以冷静。 别装了，事情都看开，你喜欢赵云，我已经失去了，我绝对不想再体验那样的痛苦。你也感觉到了？静，难道就代表你的道吗？他的魂在别人身上。你试一下，只有我可以解除诅咒。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人心如故。 这是圣位，他不记得当年的事。总是要死的，我的伤势好不了了。那你这“威”字，是不是也别有深意啊？必须有人献出自己的眼睛。知道吗？这里。 难看吧？你赶紧离开。你也觉得我不近人情？其实我挺羡慕你的。老师，你也写错了英文字母。我把你的小秘密全都告诉赵云来，就凭你。喊疼吗？不伤吗？你让我怎么？说快点！这个世间呀。 生，小薇，明天以后，就是你。我跟他有着宿命的缘分。我已经明确的告诉你，不要过度的接近。谢谢你。这一切我都不会再做。我不想让你再去试试，除非你会那个什么，消除记忆。 保得记忆给小子，你怎么知道我不会？赵楚生，我已经改去，这个秘密，我认，希望你的世界里再没有。怎么总觉得落下什么了？山河永贞，天南一方。 你有没有见过？没有。喝了我这碗汤，去了前尘，便回你的来处去吧。